好，看到南部的支持者呢上台北来参加游行，管你什么呛中呛马的，他们是来停扁的。而中部的朋友呢，游览车一辆一辆的，今天一大早就动员将近上万人次，早早就出发了，而且很多人发挥了创意，准备了很多的道具。穿上呛马背心，还不到游行地点，这些民众已经忍不住要呼抗议口号热热身，设计了三款反马背心，要给马政府好看。就是要抗议乌心无良政府。第二嘞，因为咱知影以早就是讲哦，吴三桂因清兵入关，但是嘞，即卖一个四五所领导的政党嘞，咱恐惊哦，伊会来卖掉台湾的主权。这位阿伯呛马方式别出心裁，破铜烂铁绑在铁马上，一边拖一边骑，只说捡破烂的日子快要过不下去。再来看云林这一头，一群医师和护士胸前挂着奶瓶，拒喝黑心毒奶，左批马政府无能，右呛陈云林。爱云林，干掉大云林！爱云林，干掉大云林！105大游行下午3点才登场，但是呛马民众等不及，游览车一辆接一辆，早早就出发，要把一股脑的苦水呛给马总统听。台湾吼，卖用去通知了尔，即马台湾煞变做哪落落咧，大家人民拢变落咧啊啦吼。中部地区号称动员上万人次，北上参加大游行，各路人马装备齐全，给戏真不少。中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